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957页，957页第一行。课题：苦集慧持啊！这是说的妄语，妄语所造的罪业，堕落在无间地狱。这个时候后悔也太迟了。请看经文：又其民籍，既在神明，仰究前因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若遇火乎？身心摧碎也，神心枯竭。当思之时，恢复何及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又其名籍者，名是名字，籍为既罪之见度。简读啊，类似今之档案。记载神明呢，这个意思就是神明将恶人的罪行记入案册也。啊，我们现在常讲的资料。啊，档案前面读过，一切众生出生在世间的，都有两位神，一个叫同名，一个叫同生。啊，这两位叫居生神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。投胎的时候就有他啊，到最后在这个世间寿命终了，他就没有了，他跟我们生死同时。这两位神，一个是济善，一个是济恶啊，一个专门济好事，一个专门见坏记坏事，把这些记载的事迹都报告给阎罗王啊，所以阎罗王里面呢就根据这个报告做成了档案。命中之后啊，所以阎罗王审判罪人，这就是证据啊，不是别人记的，别人记的也有，没有他这个完整，没有这个详细啊，最完整最详细的从起心动念都有记载。啊，居生神很多经上都有啊，华严经上也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不是佛偶然说的。佛讲一切大经呢，常常带着都讲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人做恶事，不愿意让人知道，鬼神全知道。啊，动的恶念，甚至自己忘掉了。阎罗王那个地方档案记载的清清楚楚。我们如果冷静观察，在这个人世间，虽然不长啊，短短几十年当中，啊，看透了，看穿了，怎么回事情呢？因果报应呢，丝毫不爽。啊，这一生一世啊所造的因，感得来世的果报。啊，这一生的果报呢，上一世感的。无论是受罪还是享福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不能不造业。那不造业的是什么人？那佛菩萨再来的啊，他们不造业。啊，所谓是再来人，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哪有不造业的道理？我们真正感觉到这种事情可怕，那么今天我们遇到这个路，这就是一条正道。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了生死、脱轮回的大道。啊，净宗法门。啊，真正聪明人、有大福德的人，下定决心，把这个世间一切舍得干干净净，啊，一心一意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就像过去地仙老和尚对锅炉匠所说的，啊，你一直念下去，将来决定有好处。啊，锅炉匠真听话。他圆满具足了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所以他3年就成就了。啊，这个字，这个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是苦不堪言。啊，锅炉匠这个行业，抗战胜利以后就没有了，我再没见过了。抗战期间当中我见过，啊，战前那我很小，住在农村，一年呢会见过几次。啊，抗战期间在农村里面偶尔还看见，以后再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行业非常辛苦，跟乞丐差不多。啊，人只有生活在这种苦难、艰难当中，才会觉悟啊。在觉悟什么？觉悟人太苦了。啊，现在有个机会让你离苦得乐，他欢喜，他真干呐。啊，真干就真有成就。
啊，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。所以这一段经文是真实的。啊，世间每个众生的名字都有具身神详细记载。啊，阎罗王那里头收藏这个档案。央究前因，央是灾祸，叫灾殃啊。会疏里面说，无能他人迁移迁过者，为父自业，自入我去。啊，人在临命中的时候，有人来牵引你吗？没有，有无常大鬼。无常大鬼从哪里来的？自己阿赖耶识里头变现出来。啊，你行善往生到天堂，临终时候有天人来接引你。啊，说真有。啊，天神啊，无常大鬼来接引你，讲得通，真有其事。说阿赖也是变现的，也讲得通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离不开阿赖耶。啊，所有的身相，这个物质现象，是阿赖耶的相分；精神现象，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啊，离开阿赖耶，无有一法可得。都讲得通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唯独是缚自业，这个缚是捆绑啊，纠缠你，业力在纠缠你，业力在牵引你，业力变现无常大鬼。啊，自入我去故啊，地狱自然现前。啊，这个地狱，火户我们一般叫油顶，啊，下油锅。火户是下油锅，身心摧碎。啊，自入于欲火与火堂，这个地狱。啊，摧碎、摧毁、破碎。啊，神形、精神与形体。啊，你感觉得有肉体在。啊，在这个刑法里，人立刻就死了，死得很凄惨呐，很痛苦啊。不是一死就了了，地狱里面的阴风一吹，又活过来了，活了再下油顶。所谓是一日一夜了，万死万生。
这个罪就可怕了。啊，受到什么时候，你这个罪业消了，这个地狱就不见了。啊，所以地狱是业力变现的。你的业力有多大？你的业力有多时间多久？这个不关别人的事。啊，这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们错误念头造成的。啊，永远要记住佛经上一句话，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从别人心想，从自己心想。与别人没有关系。净银书云：恶业所牵。啊，慧远法师这说得好。啊，一个人死了之后堕地狱，多半都是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，他没有间隔，人一断气，就到地狱去了。这个地狱境界就现前，他就堕进去了，没有中阴身。啊，有中阴身是鬼道，堕地狱没有中阴，这恶业所牵，鬼神摄入。啊，鬼神在摄受你。啊，他的手上有你的资料，啊，造物的这些资料，啊，降入卧道，啊，带你到地狱，这个卧道是地狱，受苦教分呐，地狱是一片火海。啊，只要是地狱，你所感受的全是火，就嗔恚心所感的。啊，人在一发脾气，全身发热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六道里头业因很复杂。啊，但是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佛告诉我，恶鬼道是贪心，贪心堕恶鬼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堕畜生，这三恶道的业因。啊，人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因，他许多业因呢纠缠在一起。贪嗔痴都纠缠在一起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啊，绝大多数都是无间地狱的业因，啊，所造的。故云苦集，啊，身心苦集，啊，神，我们讲的是魂魄。啊，行，他自己感觉到有身体。当此之时，后悔莫及。这个时候，后悔迟了。啊，这些年当中，古时候有个谚语说：“怪事年年有啊。”没有今年多啊，现在这些奇怪事情越来越多啊，中国有，外国也有啊，附体这个事情外国有
啊，我到日本见的，日本有，美国也有。啊，那么这些悟道卧道的啊，他们不是鬼，都是地狱。还有能力来附体，这都是过去在人道里头啊，积的有善因的。没有善因，他这个机会都没有啊！啊，他附体来干什么？忏悔，来求救的。啊，一般学佛的人，心地善良的人，他求你帮助啊，求你超度他了。我们不知道造作罪业可怕，他们知道啊。啊，提到地狱，他心有余悸。啊，你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言辞，就能体会到他苦不堪言。啊，造作的时候没有感触，受报的时候可怜呐。啊，故云：回复祸及，这个时候后悔，来不及了。佛门讲修行，行就是行为，行为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啊，所以修行今天加几个词进去好，修正错误的行为，这叫修行呢。啊，念头错误了，这是意业的行为，要把它修正。言语话说错了，要把它修正过来。啊，语业上的修行，做错了事情，啊，把这个修行过来，这是身业的修行。身余业三业啊，三业所做的过失都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修行方法多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总的原则，总的纲领，就叫你放下。张家大师当年教我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啊，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放下了，不造业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放下？自信真心里面，一法都不离。啊，慧能大师说得好：“本来无一物。”何处惹尘埃？真心呐！
所有这一些业障、罪业，全是阿赖耶的。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阿赖耶啊，但是四圣法界他觉悟了，虽用阿赖耶，他跟自性相应，所以四圣法界成净土，六道不行了，六道迷于阿赖耶，迷了，没觉悟啊。啊，第一个迷的根就是自私自利，这是根本。啊，根本上有个我执，执着身是我，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的心，啊，执着自己有身心。啊，身就有苦乐，心就有忧喜，苦乐忧喜是烦恼啊，不执着就没有啊，执着就有啊。啊，谁能够不执着？阿罗汉能不执着。所以，你能不执着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啊，华严大乘。摄性菩萨的第七性啊，第七性的菩萨见思烦恼断了，在断烦恼这个功夫上呢，跟阿罗汉平等啊，但是菩萨智慧比阿罗汉高啊，为什么？接触大乘佛法啊，受大乘经教的熏习，所以智慧超过阿罗汉辟支佛啊，放下一切分别，与一切法不再分别了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叫照见。啊，像镜子一样，照得干干净净的，不起心、不动念的，这一尘不染，这是佛。啊，佛照见外面境界是什么呢？五蕴皆空。这个看得清楚，看得透彻了。啊，照见的境界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设法界，设法界全是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相有，性空，似有，理无。啊，所以，他虽然照见，他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化身菩萨都契入这个境界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。菩萨来应的时候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能现什么身，虽现身相，不着身相。
虽有言说举止，他不执着言说举止。啊，他的实现，他的说法，他的度身，都是他受用，帮助别人的。自受用，自受用，它等于零。今天科学讲零极限，在大乘教里面，它永远住在般涅槃当中。也就是说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这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这是自信圆满的流露。啊，自信圆满流露是佛对我们说的。啊，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哪来的圆满流露？所以念头念头都没有。啊，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是自然的。啊，我们身体哪里有痛痒？啊，我们手一定去抚摸它，自然现象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一体，跟佛是一体，跟菩萨是一体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出了状况了，他必须得照顾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终极的目标，回归常寂光啊，回归常寂光，回归到一体，常寂光是一体，啊，一片光明，光明融入光明，痕迹都找不到，啊，这个是修正到基础啊。叫大圆满了，啊，这一大段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啊，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，第五段九，你看，陪无界上讲的，杀道淫妄九，啊，最后给我们讲这个问题。这里分四段，第一段复根为义，啊，其无者世间人民一息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至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违逆反逆，譬如冤家了，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。啊，这第五种恶，啊，古有二说，啊，自古以来两种讲法。啊，一者呢，如前名饮酒恶，乃禁饮家乡住思之说。啊，中国无量寿经注解只有这两家。啊，家乡跟经营两家，日本多了，
日本有二三十种，啊，中国只有两个人，有无量寿经的注解。那么他们两个人都说，因为经文里头有单究是美，有这一句经文，啊，是后福广举于我，一名九之过我。啊，虽然有单酒是美，他举出，因为饮酒引发很多的恶行，啊，说明酒的过恶。第二点呢，以今之无食食受。如一即四旬，深夜三恶，以为初三。啊，这一篇经文里面，开头讲的是杀盗淫，这是深夜。口业四过呢，后为第四。第四讲妄语，这个妄语里头把口的四种业都讲到了，啊，妄语、念舌、绮语、恶口，这我们读过，都讲到。那么后面这一条了，讲意三业，就是贪嗔痴，啊，因酒这个。引起贪嗔痴，所以祸为第五。啊，这个讲得很好。啊，经文里面确实找得出这个意思出来。说其意为深夜杀盗淫，以为今之第一、第二及第三五。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杀恶、盗恶、淫恶，讲的这三种。口业之四恶呢，为今之第四恶。一借彼此相合，啊，独此第五，净淫思等。未为饮酒物，啊，经营跟家乡，啊，认为这是饮酒这一条，而意即是为也，这是讲的意业三恶，贪嗔痴也，啊，清代彭济清是一通此意。以及法师这个说法，彭吉清赞同。啊，他有起心动的注解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他的注解叫起心论，无量寿经起心论，彭居士造的。啊，他说无我之意，特准他见。啊，准也就是依据。啊，准是标准。用其他经论来做标准，配以收我。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。内容是无戒是善，啊，
这才讲得完全完圆满呢。其业物者呢，杀业所食，这我们读过。其二物者道贪所食，其三物者呢，淫业所食，其四物者呢，妄语，两舌恶口其语所食，其五物者嗔恚邪见所食。凡事皆为无善，一名舍善。无舍恶，翻过来就是无善，翻过来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小乘论思不论心，只要思上不犯，就叫持戒。心里有这个念头没关系，你没做出来。大乘戒呢，论心不论思，所以大乘戒难持。为什么？有这个念头你就犯了，就破戒了。他不管你事上有没有，不论事的，他论念头。我恨这个人，想杀他，有这么个念头，在大乘就破戒了。这个是大小乘戒的差别。小乘的戒繁多容易持，大乘的戒条目虽然不多不容易持。原因在哪里？小乘不出十法界，大乘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就明心见性，意念里头有一点点恶，你就见不了性了，明不了性了，那是障碍，必须要把它拔掉。心底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样才能明心见性。南大师说得好，本来无一物，你只要有一物就错了，一个念头没有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佛在经里常说，真心理念无念是真心，有念是妄心。无念很难，念头没有了，我无念了。你看，你还有一个无念。那个无念依旧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有无两边都没有了，这叫中道啊！它还有个中道，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？有个中道还是有啊，还是有念的。所以祖师说，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，真无念。真无念呢，清净平等觉才能现前。不是真无念，清净平等觉就不能现前。
啊，我们想起这个事情真难。啊，宗门大德常问的，你会吗？这个问的好啊。如果会呢，就不难；不会很难。会了怎么不难呢？它就在当下了，就在现前了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知道根尘实都是假的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，就干净了。那就是菩萨。用不用它呢？用它。天天用它，没有丝毫执着。啊，天天用它，正在用它的时候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也没有分别执着。这是菩萨，这是佛。啊，如果不能用它，那大乘的涅槃跟小乘就没有两样了。为什么？都在空里头去了，都不起作用了。小乘涅槃叫握取空，它真的都在空里去，它不动了，而且时间很长。啊，经上告诉我们。10000劫，啊，不起作用，不能利益众生，也不能提升自己。啊，菩萨是何用啊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的何用啊？啊，真正是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这是看破，是慧；如如不动是定，叫定慧等学，定跟慧是平等的，这学的真管用啊！啊，能提升自己。把自己提升到十八图，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大乘境界高啊！大乘利益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；小乘利益一切相啊，一切法也离了。那个修学的方法笨拙，只能证阿罗汉了，跟菩萨比相差太远。那么这一段古德呢既有两种说法，念老解释这一段经文呢，这两种说法都采取，我们看他怎么把它合会贯通了。经解这个集解兼才两书，手中无剑，故说第五是饮酒物。啊，我们在口盘上也是用这个。啊，佛广劝十善，那故兼才后说。啊，上至两说呢，乍读思义，实亦无为。
啊，乍看呢好像是不一样，实际上并没有违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好酒贪杯，那就是贪我啊。又这是意三业贪嗔痴啊。啊，最后一怒，那这也是真的，这嗔吐。啊，喝醉了就发脾气，发酒疯啊。啊，酒令神昏。啊，喝醉了迷魂颠倒，这是痴我啊。真的，酒一醉，贪嗔痴全冒出来了。啊，所以用这个来解释十三业的意三恶。跟这个经文不相违背呀。可见饮酒一物呢，常与三毒并行。啊，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。啊，那么这个跟十三业道经就合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一品经里边实实在在论的是守五戒，守自持戒，这里面说九有十果，十种果实，好酒贪杯的人多。他不了解，那这个记里面说，第一个颜色物，喝酒了，醉了，喝醉了，这脸色不好看了，啊，酒醉的样子我们见过，啊，第二呢，少力，酒醉最后站都站不稳，啊，要别人扶着他。第三呢，眼识不明，啊，看外面东西模糊，看不清楚。啊，第四现嗔恚相，啊，这夸父里头说嗔吐，这贪嗔痴。为什么会现这个相？这就说明阿赖耶识嗔恚的种子力量有多大，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了。啊，因为贪嗔痴这三毒是根本烦恼，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。啊，它是第七摩那识。啊，摩那识就是四大烦恼常相随。啊，四大烦恼组成的。啊，组成摩那，摩那是一根。啊，这四大烦恼，第一个是我见。执着，阿赖耶相分里头的一分。阿赖耶相分太大了，
变法界、虚空界都是阿赖的相分。啊，见分也太大了。啊，执着相分的一分是自己的身体。执着见分的一分认为是自己的心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假的不是真的。阿赖耶的全体是自己，你执着那一分是错误的。啊，譬如我们人身体是整个，这是一体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要从细胞上算的，大概每个人身体都拥有50兆的细胞。啊，你执着一个细胞是自己，其他的都忘掉了。都对立了，认为那不是自己，这个看法错误了。第七识的执着错就错在这里，他不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。啊，见性的人知道。啊，那么跟着我见起来的就是贪嗔痴，所以他有我爱，看我见，我爱，我爱就是贪，我慢，傲慢，我慢就是嗔恚，我痴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，与生俱来。啊，就是你才开始有我这个执着，啊，有我的身，有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，啊，这个贪嗔痴慢呢，就跟着你了，啊，正常的时候，它不会现前，酒醉的时候就现前。原形出现啊，阿赖耶的莫那识出现了啊，第五坏业自生啊，啊，这是坏破。破坏啊！破坏你自身这一些业心啊，像酒醉了，发酒疯。把酒杯扔在地上，饭菜扔在地上，啊，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出现了。啊，第六呢，增疾病。啊，常常酒醉的人，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，身体不健康啊。许多病啊，跟饮酒有关系。啊，第七，以斗讼，啊，这是尘土。容易增讼。啊，他会想起啊，哪些人对他不起啊，
报复的心生起来了，第八是无名称，常常喝酒发酒疯的，没有人称赞他，这就是无名称了。人家什么态度对你，敬而远之。第九，智慧少，这痴毒。你看，贪嗔痴都出来了。第十，命中堕三恶道啊！这十个里面，第四、第七是嗔恚，第九个是愚痴，又是云，世间人常讲就能乱心呐、直就能。迷乱人的心意与善良的本性，故令人造恶。酒喝醉了，卧态全都露出来了。古时候这些领导用人对他所用的人，尤其是赋予重任的人，都要经过考验的。考验酒醉是一关的，请他喝酒，看他醉了之后他是什么样情形。这一关很重要啊！如果他当大任的话，酒醉了乱性，那可麻烦，坏大事了。酒醉的时候不会发酒疯，像这某人酒的品很好，品德很好，不会发脾气。不会乱骂人，酒醉的时候绝不处理任何事情，等清醒之后再说。这些都要自己有把握，这个把握很难拿捏了。所以经经云，这个经里头说，但酒是美，美是美食，酒跟菜是连起来的，脱不了关系的。本身呢，即是贪吃二毒，是故饮酒有我。实实在在是兼有意业的三恶，故上之两说呢，为开合之意耳。这是念老注这一段经文，把两种说法糅合在一起，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此下光明第五恶的。过患养就以习懈怠，以习是指徘徊，
懈怠是讲懒惰啊，这是说什么？好酒的人心中忧郁，放逸懒惰，唯图苟安自私，不能修身行善也。这话说得好啊，真的不是假的呀。啊，喜欢喝酒的人，头脑不清楚，啊，常常有醉酒的现象。啊，一个星期有一两次，这个人不能当大事啊。啊，就今天的社会，中国外国都一样，连做生意都把酒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颠倒行事。啊，吃亏上当错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所以佛把酒列入戒律里头啊，重戒。酒本身没有罪过，啊，酒醉之后很容易犯杀盗淫妄，造这些罪孽。啊，所以五戒当中啊，酒就是一戒。啊，一定要晓得佛为什么制这条戒律。啊，早年我们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讲《礼记》的时候，讲到注解三礼，啊，周礼、仪礼、礼记，啊，郑康成。汉朝时候人啊，学三礼一定要看他的注解郑康成酒量是真大，连他的老师都嫉妒他啊。他跟他的老师是马融，也是汉朝大儒，官做得很大，相当于现在部长的阶级。啊，他跟马融学了三年。啊，现在讲了，毕业的时候离开，马融带着他的学生，就同学，到十里长亭去送他。啊。在十里长亭亭子里面摆下酒宴，就想害他，让每一个同学敬他三杯。你看，100个人就300杯呀。所以中国讲酒300杯是有典故的，不是随便说的，就是马融跟郑康成进行，啊，让他喝300杯酒。300杯酒喝下去，连小小的礼节都不舍，这酒量真了不起。啊，他自己有智慧。啊，马融想害他的时候，没有害到。成为汉朝一代大儒，因为马融心里晓得，啊，他的一套学问，只有郑玄，就郑康成，他一个人全学会了，而且预计这个学生将来一定超过他，
郭老师啊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汉书里头有马融的传记啊，有郑玄的传记，真正是古人所说的名师出高徒啊。啊，马融有一些嗜好，他断不了，可能饮酒就是一种。那还有什么？喜欢音乐，他家里面养的有乐队。啊，吃饭的时候有个帷幕，幕拉起来，那边是奏乐、唱歌。啊，奏乐，他在这边的时候，一面是吃饭，一面是带宾客欣赏，歌舞。啊，这是古代富贵人家常有的事情。那么现代呢？这是电视啊，取而代之了。啊，古时候吃饭有音乐伴奏的，啊，现在普通人家也做得到了。啊，那么这时皆是习以懈怠，啊，表心中忧郁，放逸懒惰，唯图苟安自立，不能修身行善，啊，这个在现在社会上非常普遍。啊，所以底下说，不肯作善，置身修业。啊，这个作善，今天所谓的公益慈善事业，啊，虽然有大财富，不肯拿出来。啊，至身修业，这个业是指真业。表恶人不肯自修其身，不务真业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他的事业都是自私自利。啊，现在这种观念变成世人一般的所谓时尚，这就麻烦了。古人最自私，没错，但是生意上还是货真价实。啊，那么现在的商场出现了伪造伪劣品，这够可怕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行为是谋财害命，啊，欺骗你，东西卖给你，不是真的，让你吃了会生病，吃了会要命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现在医药加的多。生病不敢吃药啊，不吃药还能活下去，吃了药的时候可能命就没有了。啊，再有饮食，饮食里头很多掺杂化学品，对人健康都有问题。
这种现象在古时候是绝对没有的。啊，我们可以说30年前社会上还没这个现象。这是最近的。啊，30年前你到摊贩里面吃东西很放心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35年前，啊，1977年，啊，无论哪个摊贩去吃东西，放心啊，没有是提心吊胆的。现在不敢了，啊，现在连5星级的酒店都不敢，恐怕他还有假东西。啊，从前旅行在飞机上，我们也是习惯自己带便当，那什么喜欢吃的东西。啊，飞机上东西也没有问题啊，从来不担心啊。现在坐飞机担心了。啊，飞机上茶我不敢喝。那它有农药啊，有化肥呀。啊，在飞机上只喝它的开水。啊，它的饭菜我不吃。啊，我们还是自己带一点东西上吃。这世界成着什么世界呢？为非作歹的人多，没人管。你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啊！佛在这个经上说的，这世间人，饮苦涉毒。啊，60年前我们读这个经，那个时候想释迦牟尼佛。说的话太重了，怎么能这样说法？饮苦是毒啊！那现在这个社会看到这个经文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晓得今天社会状况啊！现在人就开始。饮苦嗜毒了，往后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人不务正业，麻烦大了，这个罪过重啊。其人对父母的教诲，在违逆、反逆，啊，违是违背。你是狠报啊！下面给我们解释：违逆，具狠毒背叛之意，无逆不孝啊！现在儿女杀父母的，已经不是新闻了。啊，兄弟互相残杀，朋友互相残杀，啊，杀父母，杀老师，时有所闻。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父母有子，又如冤家，故云不如无子啊！这儿子不孝啊！
啊，如是我子，故复此恩，故云复恩。违背礼义，故云违义。啊，实在说，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恩，不懂得什么叫孝，没有人教他。学校教育不教恩，不教义，不教孝，那不要了。啊，学校所学的都是科学技术，啊，创造发明都搞这些，把怎么样做人这桩事情没有人问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年轻人会做事，不会做人。啊，这些会做事，企业老板不敢用。啊，每年学校培养人才不少，硕士、博士，企业老板找不到人才。啊，无有报偿，表对父母的恩德全无报答。啊，在外国。我在美国住了不少年，美国的年轻人满16岁，离开家庭了，家里面父母不再过问了，啊，他成人了，可以自理了。啊，有些离开家庭，跟父母一生都没往来了。啊，有些父母生日、过年寄一张卡片，这父母就非常安慰。啊，小孩还没有把我忘记。啊，所以外国到年老真是可怜。我们中国人讲举目无亲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老人，我们在美国是美国最富强的时候。啊，人年老了退休了，国家有养老金，按月寄给你，物质生活没问题。精神生活完全没有，在养老院就孤家寡人，每一天坐在椅子上晒太阳，没有人讲话。啊，他们住老人院的，同住在一个老人院也都不说话的，你的心里都多郁闷。啊，我们中国人所谓的。坐吃等死，啊，老人院的一个星期总有一两个过世的，啊，看到一个一个抬走了，他在那等着哪一天轮到自己，多可怜呐！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呢，想到中国过去的大家庭呢。过去大家庭好啊，养老育幼是家庭的责任啊。所谓落叶归根，年岁大了，退休了，归根是回老家养老啊，享受天伦之乐，从大家庭呢。这不分家的啊，家有养老的义务啊，
你自己在外面工作，赚的钱除了自己生活之外，全寄到家里去。啊，自己有困难，家是你唯一最可靠的支持者。啊，他一定照顾你。啊，一个人一生是以家为中心。啊，荣宗耀祖，光大门楣，是家庭每一个人都要尽到的责任。啊，所以育幼啊，教学是家庭管的事情。啊，不是父母。家有家学，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。啊，养老。啊，大家庭虽然没有个人自由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守规矩，不守规矩家就乱了。啊，它是团体，它不是个人生活的。啊，它是社会行为，所以能治家就能治国。啊，国是家的扩大。啊，受拘束虽然多一点，但是老年快乐，真快乐，儿孙让妻。啊，一般家庭的活动中心就是祠堂。啊，祠堂平时没事没用处啊，只有春秋两次祭祀，啊，祭祀也不过用三天吧。啊，平常就是老人的活动中心。啊，养老的地方，小孩的活动中心。私塾学校就安立在祠堂，小朋友下课跟老人玩在一起。啊，都是一家人呐！啊，长幼活活在一起，那种亲情啊，情爱都能显示得出来。啊，这今天社会想象不到啊！啊，深圳有7个家庭到我这儿来过，这7个家庭呢，都向往过去的大家庭。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很想的说，这7个家庭组成一个家庭，组成一个大家庭，把过去大家庭的道风、啊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、家风树立起来。这是个好事情，啊，就像表演一样，做给社会大家看看，大家庭好不好？让大家细心再好好评估一下。啊，我相信这个大家庭要建立。参观的人很多，啊，希望到这个家庭来过几天，跟你家庭生活的人一定很多，这是好事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了。
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那么这样一个家庭，我问他，现在有多少人？50-60个人。他们还希望能有，再有几个人家参加，因为现在7家，他们希望到10家。啊，人数大概100人左右。啊，自己办私塾。啊，也建立个小祠堂。祠堂虽然小，里面供万姓先祖牌位。啊，每一个家族祖宗都有牌位供在里面。啊，这桩事情值得去做。啊，让现在人回味中国古代的家庭，啊，典籍里头所说的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啊，现在对这个齐家，没有人有概念，不知道什么叫齐家，啊，因为家没有了。五伦的关系没有了，无常的德行没有了，啊，连四维八德全没有了，啊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存亡，最重要的关头，我们这一代不觉悟，交给下一代那就有困难，下一代做不到，我们的传统就断绝了。啊，所以这一代就是关键的时代，啊，不能不认真努力，啊，今天一定要做出榜样，学说没有用处，要真正做出来，才起作用，啊，宗教教学。依法入室，啊，上一次访问泰国，我的目的是向太皇建议，啊，在泰国建一个佛教圣城。啊，划一个特别地区，把佛教在这个地方做出来，啊，真正落实，大小乘兼有的四个科目，无界。十善，六合，六度。这个小城里头，每个人都做到，这就是佛教圣城。啊，这个里面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。啊，
人人都能够坚持五戒十善，啊，六合敬六波罗蜜，对全世界开放，让大家来看看什么是佛教。啊，到这了，你看到了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，实际上也是四个科目。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也就这四库，把这个做到，这中国传统文化城，你就看到了，做出来给你看呐、啊。你要看到好，你就学习，啊，确实可以帮助这个社会，化解所有一切的病痛，回归到安稳和谐。啊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啊，可以在今天重现了。啊，全在教育。啊，中国传统东西典籍存在，没有失掉；佛法的经典也存在，也没有失掉。没人学啊！啊，首先找一批人，不用多，一二百人就够了。真正发心学习，啊，要真正去落实，自己没做到，不能教别人，你也不相信。五戒做到了，十善落实了。啊，六合实现了。啊，六合敬最重要的不是让叫别人跟我合，不是这个，我要跟别人合。啊，求别人对我合难呐、啊，求我跟别人合。啊，能有一百个自动自发，啊，与大家和睦相处，就能感化这个地区，就能感化很多人。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过实验，做成功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想在马六甲做实验，在马来西亚，在那边建一个汉学院，希望汉学院的老师能做到。啊，以这个为中心，慢慢向外扩大。啊，首先，我们四面的邻居，先影响他。啊，再慢慢的扩大到一个城市。啊，我们在图文吧十年，做了一桩事情。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这个小城里头，十万人，居民十万人，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真的是多元文化。啊，能够生活在这个地方，
都像兄弟姐妹一样，相亲相爱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。啊，现在这个小城里面10多个宗教的领导人，大家团结一致，想把这个小城做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、和谐示范城市。好啊！啊，我要求这些道友们，啊，不同的宗教的朋友们，我给他的时间是1年。明年你们真正落实了，啊，我们宗教团结了，宗教互相学习，啊，学习我自己的经典，我要学习别的宗教经典，这样宗教才真正团结，是有经典做根据。啊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不会再发生了。啊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，绝不拉信徒。啊，宗教最害怕的是拉信徒。我们在那里10年，没有拉任何信徒。尊重他所信的宗教，啊，所以他跟我相处很放心。啊，我要求大家的方法就是，宗教要回归到教育，经典一定要详细讲解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道场都讲经，好啊！啊，那些祈祷仪式是附带的，啊，那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教学。啊，祈祷仪式是我们的联欢晚会，啊，庆典，宗教里的庆典，我们大家都去参加，啊，挺热闹的。我还记得2000年的圣诞夜。那一次我在新加坡，在新加坡的天主教教堂晚上做弥撒，啊，我们出家人穿袍大衣，50多个出家人参加教堂，啊，他们从来没有过，欢喜。啊，宗教真的可以团结了，啊，真的可以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啊，可以带动社会的安定和平，可以化解很多冲突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，情义俱无。啊，这题目看起来都很可怕。人活在世间，情义没有了。
这根禽兽距离就不远了。请看经文，放之有三，但求是美，如乎地土，不涉人情，无义无理，不可见晓，六亲眷属，自用有无，不能有念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存私有之意。这段经文不就是现前社会的写实吗？中国人自古以来是伦常大道啊，最重视人跟人的关系啊，祖宗世世代代教人，所谓没有伦外之人，这个伦就是无伦，无伦是说关系，关系的核心是父子，就是父母跟儿女啊，父子有亲呢、啊。这亲就是亲爱呀！啊，父母对儿女的亲爱啊，在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啊，最明显的，3个月到4个月，婴儿在3、4个月的时候，你去看。父母对他的爱，他对父母的爱，他虽然不会说话，你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动作，啊，他对父母的爱，那什么天性啊，没人教啊，自然的，啊，让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看到了。千万年前的老祖宗就看出来了啊，看出来什么想法呢？如何把这种亲爱永远保持，一生不会改变老祖宗有这么一个愿望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教学。啊，教学是个手段。教学的目的是把这种天性永恒保持。啊，第二个目的呢，把这种情爱扩大。啊，让他能爱自己的亲族。啊，他的兄弟姐妹，啊，他的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啊，他的伯伯叔叔，啊，爱他这个一族啊，啊，这中国从前教育目的在此地啊。啊，然后扩大爱邻居，啊，爱这个乡里，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最后凡是人皆需爱。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。他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，
是叫你做一个道道地地的好人。好人之好人就是圣人，读书志在圣贤，不在功名利禄。啊，学佛志在成佛成菩萨。与明文理扬不相干。啊，目标要正确。道路要平直。啊，这是中国先人，古圣先贤，千万年来的教育。只要遵守，这个国家永远存在，永远兴旺。啊，如果背离，怕的会灭亡。啊，人要到，把伦常放弃了，富不富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。这社会就乱了。啊，道德没有了。不仁不义。无礼无智无信。啊，信用都不讲了。这就是今天的社会。没有人不担心。没有人不挂念，如何能将这个社会再帮助他回头恢复安定和谐？啊，英国人说的，中国人说不出来，忘掉了。啊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，解决21世纪的世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啊，英国人讲的，他讲的这个话，我看到了，我从书本上看到，完全肯定。他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？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。论语上说，夫子之道啊，中恕而已。啊，我们从这里总结出孔孟四个字，仁义。中恕，这四个字能救社会，能救国家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仁者爱人，这第一个先决条件。人要懂得自爱，然后懂得爱人。啊，义是讲理，理就是合情、合法。合理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人情相应，与国法相应啊，不能违背人情国法啊，情理法了，面面顾道啊，这生活里都有情趣啊。啊，那么这个落实在教育，只要把教育办好，这问题就能解决。啊，现在我们发现唐太宗的群书之要，
这是中国学术的精华。就如唐太宗所说的，这本书能救全世界。那我们全心全力来推动，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学习。现在大家都讲不，找不到方法，这方法出来了。汤恩比居博士介绍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